不必啊，不必啊，你先啊，我姑娘这么怎么走动啦？因为罗夫人哦，伊即马肺部积水，脑部缺氧，为着要避免讲哦，伊即马肺部会去感染着，所以讲啊，赶紧做引流管手术。要开刀，这么严重？啊，那阿阮先生嘞，罗家峰这样状况呢？罗总哦，伊即马已经清醒啊啦，阿妹即马身体还够做虚的，恁确定哦，会使入去来看。 不必啊，不必啊，你别那么搞吓惊呢。我跟你讲哦，咱这边有孙啊，哦，你赶紧起身来，给我起来哦，不必啊，你要加油哦。罗大妹，你请你放心啦，我会全力来救哦，罗夫人的。拜托你哦，拜托你哦。何律师，赶紧。 这大单应该是补充影响尔，注入去身体内面，应该无啥影响。我明明都及时把老虎咪救出来，迄当阵伊嘛无完全失去意识，阁有看到我，状况奈变啊遐严重，阁还紧急送去开刀。 看来老虎咪暂时无法度进行，啊，不过即摆倒伫咧内面迄个假罗家峰，啊，毋知敢会当顺利。 骗过楼家遐的人嘞，家峰，你安怎无？倒位遐艰苦无？你哪拢唔靠我用啊？家峰啊，你敢没有倒位无爽快啊？哈？ 看过病逝的亲孙孙，一定拍着惊。我只有一个平安符，哥，你身体嘞，互你带一件先。是的，互恁带烦恼啊。 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啊，你跟你妈往哪走去北海岸啊？我当时阵，我打电话嘛，妈不接电话，妈无回讯息啊。啊，伊从来拢唔骂你啊，我就感觉足奇怪，我就定位的手机啊位置。啊，结果我发现伊伫北海岸偏僻的所在，啊，我愈想愈烦恼，我就。 我就过去找伊啊！后来呢？你敢有看到妈？想说恁两个出去跋落水，是发生意外，还是有人要对付恁？我想袂起来，我刚才知影讲我惊醒了，我看到妈倒在边仔的病床，嘛真正想袂起来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 喂啊！我靠，刚才有声音哎！
看无人啦，应该是何律师啊，上面经过。家峰，你也想袂起来不要紧，莫阁想啊。啊，是讲我干嘛？是安怎样来病院啊？阮接到通知，有人发现你甲妈倒伫海边啊，所以阮才想讲临时搬落水。啊，你妈就袂晓受罪啦，啊，就有可能是哦，你看你妈搬落水啦，啊，你跳落去要救伊啦，啊，后来家己也无力啦，无在条叫你妈，啊，这两个哦，做伙有罪安尼冲起来。啊是讲哦，啊你妈无代无钱，奈走去北海岸，啊，这想无合理嘛。所以爸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妈拄着意外，我才去甲救的。唉，我哪一点仔英雄都无啊！别怕你家己啦，你莫勉强好无？想袂起来莫想啊！你今日咪结水啊，爱好好休养，先莫想遐吼。是啊，家婆，你莫家己想到压力。先好好休困几工啊，凡事着想起代志发生经过。这以外，有真侪疑点，我现在只好去调查。等伊找到线索以后，咱才有机会查出真相。妈，状况遐尼严重啊，甚至就有可能是去害的，我一点仔印象拢无啊，甚至都无法度提供恁线索，我真正有够无路用啊。哥啊。你要不要出击啦？你即马会当平安无代志，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你即马一定要好好保重你家己，安尼才有法度照顾大嫂，还佮伊巴肚内的宝宝。你讲啥？我讲大嫂有心啊！你有心啊？你确定？哥，你来这款反应，你敢不是真希望把你跟阿嫂过年前失去的宝宝生回来？敢讲你连这个噩梦都放袂记哩啊？就是啊，你来是这款反应，我本来准讲你听到这个消息，你的欢喜搁跳起来。啊。是的啊，我想够很慢的，人家有囡仔，我应该欢喜才对啊。你唔通伤心误会呢，假装讲我无介意爸爸，我一定是哦，大家结罪啊，只是无法度做出正确反应，我实在是啊，大家结罪加空气。还怕你家己啦？是嘞是嘞，是我唔好。明仔你受伤啊，我搁对你期待遐尼悬，是嘞啦。其实今仔透早我就咧怀疑啊，后来我唔才来病院做检查，证实我是真正有心的代志。本来是想讲等暗时啊，甲你约好的时间，要甲你交换秘密的时阵，甲你讲这个好消息。想知影你干嘛提出意外？是的啦，是我明知影你受伤，搁怨叹你乃是这款反应，是我无够大心，是的啦。五年啊，咱总算。帮到咱的爸爸都回来了，我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爸爸。阿姐，阿姨是不是说家风没事了？阿姨在什么都放不下来啊，现在反应又怪怪。我看哦，咱你妈妈这样手术完哦，
咱才请家婆医生哦，叫伊了安尼，甲安排一个啊，搁较详细的检查，安尼才妥当啊。爸，那奶奶先出去，我过休困。我爸休困啦，我要来去等妈妈手术的消息啦。您搞我护接好不好？我要来去给妈加油打气。哎，你嘛别叮当啦。也搁唔知你身体敢有啥物其他的状况无？你来我休困。我不管啦，妈今日一定真需要咱大爷伫咧身躯边个支持啊。来，四弟。你看呐，你连站拢站袂使啊！你卖搞我阻挡啦，我一定要去手术房外边。干嘛话一定听有诶，就算我今仔站袂稳哦，我连爬都用爬过。公，不要轮椅。哦，来，谢礼哦，谢礼，谢礼。看起来第一关我算讲是安全过关啊。你已经和陈忠生将油做记号了。你讲甲走来的老虎米车，你都袂惊？伊会怀疑你甲老虎米的意外关系啊？我当年烦恼，唔才会过来。阿妈伊甲忠杰的代志拢讲了出来，我真有可能会过一届失去我的后生。老虎米即摆咧动手术啦，是生是死还阁唔知。你暂时唔免烦恼。还这讲是啊，伊若变啊醒起来，啊你唔惊老虎米，甲你是刚到时的秘密讲出来，还是你的代志。遐唔过我就对袂好用机会，甲我的后生忠志搁抢走。这机会是我祈祷，免那做，我讲的才准守。你唔通轻举妄动，破坏我的好事。好啊。是你家己提起的哦，你上好甲我讲清楚。我的忠志是安怎阁活的？伊是安怎会变成罗家峰？啊，恁就一个甲阮忠志生作一模一样的人，迄到底是啥人？是你叫伊变作罗家峰的是？这个代志我已经计划几十年啊，只是忘记我讲袂清楚，这嘛不是讲话所在。即摆你上好先离开。你是安怎一直唔敢回答我的问题？你唔通袂记啊？最后我有抓到你的枕头啊！啊，你若敢继续甲我生效，我就先甲你时间倒时的精力无压出来。咱是坐共只船，冤家对立，对咱两个有啥物好处？落水平平顶，全无当头轻。咱是朋友，毋是敌人。你免惊，我会甲你创工。即马你去按李长志的所在，老虎的代志，我会负责甲定好掉。等我处理好事，我去找你，解释清楚。你上好卖骗我，啊，若无，先生绝对是你。